冠军争霸赛，今晚跟我们一起动次动，欢迎收看《电玩者们》耶！讲说从部落来的朋友，欢迎你！你才部落，你才非洲人，武器都有了，好不好？你才非洲人呢！失控了，这个开始。你先介绍，你先介绍。不好意思，已经开始耳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晶晶。嗨，大家好，我是 Sandy。今天来了很可怕的，没有很可怕，很可爱的，好说，很可爱很可爱的来宾呢。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规则是什么。好，今天只要帮我们分享我们ET Video 这个粉丝专页，就是脸书上的这则直播的话呢，我们就会抽出1400块的贝壳币。然后加送来宾拍立得，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这个直播，好了，制作的，我也想，制作的不是我。我们这个直播如果同上人数超过600的话呢，就会抽出3组1400块。哇，现在已经200多了，大家加油，分享分起来，分享分起来。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分享我们的直播。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土著来宾，不礼貌，不礼貌，没有最可爱的来宾，是我们一起欢迎月西，欢迎。Yeah, 我是月西，最可爱的后面是土著，好意思哦，好意思哦，我们赶快抛球给后面，欢迎土著阿乐，你有没有过瘾？你每一集来都在拔，真的拔罐。没有之前你们看到的时候都是去年的事情，就是它留很久，然后这个是今天的，这是新鲜的。留多久啊？看你的身体状况，新鲜的身体状况，哦，还热热的哦，哦，好像是下午，欸，是热的，是热。我现在身体整个在发热，因为我今天血液很畅通，差不多，他体温很高。下午2:48:29时候拔的哦。哇，你是啊，你得比啊，你是啊，是产婆。你有拔过罐？你们拔过吗？我没拔过，没有拔过。但我很喜欢给人经络按摩。哎，我觉得需要，按摩很舒服啊。没有，我觉得实况组都很需要，因为你每天都这样子，然后打着游戏，然后你这边跟你的后面，还有肩颈，对，都会很全身嘛，对，全身都是。完全，你整天，你不给人家按摩，我不给人家按摩啊，那是 M 才做的事情。有助于身体健康，付钱给人家把你弄痛，哎，身体差就身体差，不要在一起。那你有按摩没有啊？我超爱，很舒服，好不好？那我们俩就按摩，不要揪他，反正他也不喜欢。拜托不要揪我，我真的不想去。大家也不在意，他也不想去。还是没有遇到厉害的师傅，就没有遇到对的人吧？对，有，因为这很对啊，这很随缘，一直以来缘分还没到，一直以来都没遇到对的人。对，缘分现在也还没遇到嘛？已经进入感情了，是不是？已经进入感情了，是不是？你怎么是这样？来宾自己 Q 聊天话题，对，来宾好犀利哦。哎，平常是那个别的节目带多了，是不是？他刚突然进入很认真的模式，完全不是，完全进入别的节目的模式。哎，我们应该要跟音乐下很高。
感伤那一种感觉，你真的是一眼要挖出什么？那月熙讲一下好了，还有什么？怎么样？接他的话，有没有对？还真的要跳出的感情都没有遇到过对的人，是不是？就是最近金城武跟我求婚，我在考虑要不要答应。很好，不要胡乱说，不要胡乱的，是啊，对啊，好棒啊！我祝福你，对啊，你们没有遇到对的人吗？他想要有人跟他求婚。我也想要，我也想遇到对的人。但是你那个在等吧，你那个条件没有，就觉得身高180不错啊，然后手漂亮一点。是，哎，但是我没有要求脸，那脸你看看网民这么多乡民要求女生，就没要求脸要正，眼睛要大，我要双眼皮，皮肤白，长头发，哎，36 F， 36 D 以上，太大，我觉得 F 太大，36 D 以上，24腰会下垂，我这个已经很佛心了，我以为我差点念的会下垂。会下水什么？会真的会，那个有可能，几率很高。对，做效果，不要自己做效果，真的会，好不好？所以你不看长相？我不看，哎，我不看。脸可以统神吗？哇，太重了，可以吗？重口味很重哦，你可以吗？180，180，哎，基隆东呢？脸，你又问到这两个都很高啊 ！RB， 就是我们得举个例 ，Yolo， 我没有这十块圈以外的选择。金城武也身高180吧？不是，金城武是他的啦。对啊，那我不是你要你身边就只有那一些同神机，我怕走什么叫的世界吗？你老板，哎，老板很矮哦，而且脸呢？你根本没矮，老板，同一个圈的老板。你很高，你有180，不要骗了，你一定有180。这就是最假的这种人，心结，心结，他们同一个公司，他们同一个公司，已经开战，说真话，真宠啦。我跟你讲，我们老板虽然外表不怎么样，但是很有能力。还有吗？我一直觉得他很帅。这种人太多了，你看有没有？这是假话，讲得出，我才是真话。那等一下。老板其实长得真的还好，你都还是你都在克马赛克了，名牌都名牌了，名牌。我真的觉得老板还好，自己变身。不要这样，老板爱你们了，好不好？对，其实没有了，他爱胸部大的，真的。真的假的？你们爆他料？那你有啊？你有？没有？他觉得我太小。那你讲一个你们公司的谁？六六啊，六六真的很大。对，你看你看多重，好眼光，我们都。没有小胸不够，小胸不够，你要比胸部大概是66啊，对啊，胸部大概是66啊，66是我们最大的吧？对，然后所以他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真的吗？凯奇不是也超大吗？对，但凯奇不屑他这种人啊。不好意思，开场的也太刺激了，笑不着，对，已经讲到别的部位了，我们还是一个健康的节目这样。好，今天其实有一位来宾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是月熙第一次来，欢迎你，只有我是第一次来，对，没错，谢谢，哎，算是人妻了，是不是？我不是人妻啊，是人妻，吓我一跳，我是金城武的妻子啊，有可能，金太太，我跟你说，金城武，你讲金太太，不排除提告，对，去你家找你，好不好？不排除提告。好了，那今天就是要问一下，要认真一点问题，因为刚前面聊太多，有没有？你问。我们刚刚也很认真，很认真的。没，哎，有投入，有，没有吗？一点比较知性一点的话题，好，知性，来，知性，好，不要53。月熙也是那个家家屋的一员，当初怎么会加入呢？家家屋是谁？不太熟，人家欺负人家，你看看人家的脸，你看他。实况圈上他也不了解，你要吓他。我想我问错人，我想到这题是佛阿乐是不是？我你刚刚吓他，他不是实况圈，你在不会吓他，坏的。不要叫我做太多了。不好意思。哦，对了，我有加入那个家务。哎，然后题目是什么？我有点忘记。怎么会加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哦？就是应该算是被骗吧。他们就是认真看着你。嗯。你有梦想吗？我们这里现在要直销。即将要创办一个非常棒的团体，想不想只要你加入我们，就有可能月入超过100万，加了啦，是不是？真的假的？你这好重视什么东西？你有梦想吗？你想赚大钱？你想不想要被动式收
收入。那到目前为止，到底月入多少？也没很多啦。多少来？也没很多。两个数字，如果够好，我们就跳槽。六，你说要跳槽吗？七，月入七位数，我觉得有得谈。以你们的条件，有得谈。哎，七位数是百万哎，七位数才百万哎。哎，老板，我们合约可能需要调整哦。别店公司好像也不错哦。你们翻脸如翻书哎，这我们都这样。钱很重要哎，钱很重要，很重要啊。也没有啦，就是一群神经病聚在一起而已。那时候怎么打算加入的？打算加入，有跟谁讨论？有跟谁重要的人一起讨论这件事吗？也没有哎，就是通常聚会找几次，然后后来就跟他说什么，哎，那个你们最近感觉不错哦，对啊，他是我们的艺人。自己默默被纳入进去，就被纳入了。我现在是了吗？好哦，就也不知道，老鼠会，老鼠会，怪怪的，可是好像也说不出来哪里怪，所以就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时光团体，也不是一个什么出道或干嘛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一朋友这样子，所以还签合约，对啊，所以其实是从那种生活圈也慢慢变成就是真的朋友，然后就变成组了一个团体。严格来说也不算是朋友啦，严格来说他们是敌人，不想认朋友，你们也是下班不认识。是你们也是下班不认识，对对对，荧幕上很熟的，对对对，大家坐下，我要下班了，刚才玩手机，对，我们都这样走了嘛，拜拜，我先走了，再见，等下还有事，有没有那种连拜拜都不会讲？实况组的感情好冷漠，对，他们都这样，我们是认荧幕的好不好？认荧幕的，对，就是荧幕上做超好，然后荧幕一结束继续打自己的这样，没错，对，没错，那那个月熙最近常跟 UZ 一起就是外送茶这个。到各个时尚，你怪怪的，没有，是我想常跟 UZ 一起外送，外送什么意思？一起什么意思？我想没有啦，你想一起喝茶也奇怪，怪怪的。我一开始来喝茶。一开始来的时候，大家说，哎，我们那个节目不要穿太露啊，什么这个优质节目，然后一来就什么外送茶，哎，喝茶不行吗？我就你有喝茶不行，我有茶，然后你拿来不要啦，不要，没有啊，你们有茶嘛？有了，所以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危险的，他这个退群频道昨天刚进金字塔，你确定要再让他这样发话下去？啊，那等一下，先不要讲太多话，好不好？去点这个危险，很怕，很怕，很怕，点点我点点，危险危险，我们现在是要先看影片吗？影片会边放给大家看，就是怎么个外送茶法的。对，就是他最一开始其实是我跟 UZ 就是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知道。反正他就是一个胖子，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各个实况主家，然后一开始想说去别人家至少要带点礼物嘛，可是如果带水果什么，好像又有点太老派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送个茶，所以要饮料大家一定都可以接受。哦。去突击一些实况主的家里面。对，就是从头从第一集到现在都是去。不一样的，每一集都是去不一样的时空之家。这位是清朝，哎，清朝成王吗？师哥，是那个电竞常青树啊，电竞常青来的朋友，对对对，常青树的，是不是？也是从电竞文化史嘛。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打星海已经打300多年了，没很久啦。太厉害了，可见这个佛系已经修仙活到现在，还蛮厉害的，厉害。不过那个。崇王家里真的清朝感蛮重的，就是非常空旷的感觉。我刚才也这么说，不想说，不想这个家，就是他那个墙壁跟我阿嬷家的是一样，而且很家徒四壁。那天我们看他浴缸，是不是一块一块那种碎砖？然后上面还有那种水管那种，对对对，有他家浴缸的吗？在这里要呼吁大家，一定是做实况组真的没有很赚钱。对，年轻人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再考虑一下，再好好考虑一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你还是会问他们？你们去那有没有去？还是被你们吓到，然后很害羞那一种？你说实况组吗？对对对，其实还好，大部分是那个妈妈一开始会家里，哦有家里，有没有去到家里有家长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想说家长可能就不太懂实况这件事。你说咋抠吗？实况，实况，你不要呛啊！真的呀，怎么呛啊？你说，你听说，对。挖一筐豆腐，然后给我倒血。好不友善的来宾，在讲啊，就是有那个家长，然后一开始家长，我们想说家长不太懂实况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很害羞或者干嘛？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躲在家长会躲在旁边看，我就这样拍嘛，然后我就这样躲在旁边看，然后最后都会很自然的入镜。然后没有，我跟你说，儿子他是怎么样，抢着要讲。
讲着要讲，就儿子在那边讲一些就是屁话什么的时候，不是他不同，你不是安妮，我跟你说，我就硬要。我觉得可以改采访家长，他可以爆很多实况组的料。我也觉得对啊，很多家长一开始就很害羞，但我能理解，因为我那时候过年的时候，我有当狗嘛，我 cosplay 狗。哎，对对对。对，那一开始我在用材料的时候，我妈一直就说要不要帮你用，但是她就说她。就坚决不入境，然后他要戴口罩，就全程在外面画。他是傲娇，真的，真的。然后等我自己用到一半以后，他就说：“哎，要不要帮你用啊？我进去帮你啦，你用不好啦。”我说：“你到底是怎样？”结果我妈就把口罩拿下来，里面画全妆，这样子，早就 ready 了。妈妈有准备好了，有超好，有备，有备。然后那游戏是狗，我脸超傻眼。我还想说，就有的还想说，他们可能不太认得认识。我们先跟他们介绍一下，结果没去的时候，哇，是月熙跟 UZ 你们来了，很做好做功课，有做功课。然后那个实况组想说，好，你怎么知道他们今天要来？他们今年，他们提早的时候还就还没有到时间的时候还问说，他们不是七点要来吗？怎么还没来？然后妈妈根本就知道几点要来。而且你知道，我妈平常会偷看 YouTube 影片，真的假的？对，然后因为她认识小熊，就是因为小熊太潮了吧？你妈对，然后就我妈就还说，哦，小熊最近上那个节目，哎呀，这观众是不是有观众？你妈是熊粉，对，我妈是熊粉，我妈是熊粉。想起来，想起来，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妈还会说，那你要不要找小熊一起来家里吃？要不要叫小熊入职到我们家？小熊真的懒到妈妈粉了，是真的，我妈瞬间超厉害。我觉得妈妈辈、阿姨、叔叔辈，只要会开 YouTube， 代表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跟得上时代的人。对，你是注意这件事情。现在能够开 YouTube 的长辈真的是很厉害，瞎趴。但我就觉得我很危险。为什么？我的 VOD 有点不堪入目啊。不会吧？还好吧？没有，长辈不太，我的 VOD 不太。那现在要找个不堪入目的 VOD 来。到什么？到什么？还是都讲干话？对对对，讲干话还好吧？讲干话，你们还是讲干话，我就不讲干话的。你再回来，谁说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那没在实况上面讲。你再说一次。好，我今天讨厌。你一开口的第一个就是都是干话。哪次啊？就从来没有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过。好。我们线上的人数呢，因为在刚刚就是大家很吵闹的时间，已经突破了500人了。哇！所以要先送出一组了，是不是啊？对，要先送出一组1400块贝壳币，那如果超过600-700，就陆续再送出第二组跟第三组哈，分享起来好不好？分享起来，月家军站出来。没你也像大卖场，没黑站出来，还没黑，没黑站出来。还是来问一下，因为月熙他之前，你现在他的 cos 嘛，现在应该还蛮长的吧？现在还算有吧？有一些你的 cos 的照片，我要看一下。哎呀，公审，公审是不是？公审为什么用公审这个词？我只是随便讲讲。因为贝利美是 cos， 等一下，我们大家第一个就问贝利美的意见。好，你当评审，好，对，你当评审，你要中肯哦，太官腔，网友可以打枪。但是那个蒂娜的，不错啊，这真的不错，这在哪里啊？这没话说也太没。话说也太敷衍了。你的口气是真的吗？你没有，你无话可说，是不是？那这个他怎么这么变态？以前了吧？制作单位的有没有新的照片？哎，那个太久了，第二张太久了啦。第二张有感受到这个年代真的。哎，你也说第二张有年代感？对啊。这是谁？这是谁？是我啊。第三，你是不是看到那初音双胞胎？不是，他是问你扮谁的？我没有看出来。林娜，林娜，我们换第三张，第三张林娜，林娜，对啊，林娜，是丽奶，是丽奶，这个不错，而且这是去年的那个嘛 ，LAN Party， 好像是吧？其实我不太记得，应该是。有事啦，我就看你蛮近期的，蛮近期的。哦，对啊，对啊，好，前面两张真的太久了。贝利觉得如何？第一把不错啊，哎呀，嘿，我们又有见识，大作战那也不错啊，哦，那中间那个年代不可靠，那我妹啦，是我妹啦，黑历史，年代不可靠，哎，那你看，单位帮你下超人气 coser， 哎，哇塞，这个没错啊。佛心单位，佛心单位。那你，那你们贝利梅下什么？下什么？他是超人气 coser。那你们没有给贝利梅还讲讲啊？随便啊，我土著啊，呜呜呜呜，活化石之类的，就是一个活化石。我的 coser 活化石，活化石，你 coser 弄了很久这样子。
准备吗？还是你会自己做吗？因为我看 Bailey 他们都会自己做衣服啊。衣服比较会自己做，但道具比较不行。然后衣服也要看版，就是有的版也不是很好打。那你是佛系 coser 吗？就是想到然后就突然就开始想要 coser， 还是你会是啊？佛系 coser 的相反是什么？商业 coser。好难讲啊，这真好难回答。好难我们就是我爽就出啊，对吧？有空有时间有空就出。而且我发现月熙的长相好像很适合 cos， 你看，就我可以拍他的眼睛，他眼睛巨大，眼睛很大。对，大家不都是吗？在座的各位都是啊。没有没有，你真的。他是因为笑起来，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是因为笑起来，大家都是啊。哎，你这种笑以后老了会有鱼尾纹哎。心姐，鱼尾纹很可爱，鱼尾纹很可爱，好不好？没有，但是笑起来很可爱。对呀，你笑起来眼睛这样子超可爱的，眯可以这样子，超厉害的，好不好？就眯一点，怎么笑的？对我很难哎。对啊，好了啦，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好了，我想试看看，好了啦，好了啦。可以了，可以了。你跟阿乐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跟你想的不一样。人家微笑你。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是侮辱到。那你自己有，你自己有，没关系，没关系。安慰一下我同伴，好难过。你自己有偏好什么样的角色吗？偏好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哎，我角色都是看喜欢哪个动漫哦。就我真喜欢的角色，喜欢的角色有没有？就是路线还是怎么样？像贝利美都很性感，我露不出。对对，我露不出，我很喜欢他的其实这个照片真的，他有很多，他有很多很厉害。我看了我的那一本都湿的。哎，怎么啦？我去洗手啦！啊，洗手，你的还打得开？那你制作人，这是优质节目吗？不是，这是优质节目。制作人，我都舍不得打开那本书。真的，我真的，我坚持就是，哎，就。你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能拍这种照片吗？因为每次贝利梅作品真的，他真的超赞，他很多最近又要有出新的作品了。五月揭晓啊！五月再跟大家揭晓啊！那我跟你握手的时候手是湿的怎么办？啊！有手汗，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我刚去洗完手，怕很脏。你为了洗手不擦干，还要被他握手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你的黑粉吧？他说阿乐的特色简称“垃圾”。对啊。对啊，那是黑粉。认真讲的，没有，我就是乐，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开直播的时候，就有一个时间叫“垃圾时间”。哦，对对对对，专门讲垃圾话的时间。没有，那个时间最优质了，那个时间是音乐节目。了解了解了解，好优质。贝利美好像单身蛮长的时间，每一次来节目，我都问你，你还在单身吗？他说嗯。你知道后面他打，终于还是要问到这里了。终于还是问到这里，来吧，我就回答他怎么样？会不会有机会单身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没有180你 OK？不会，我会坚持。你真的不妥协，我会坚持。可是这个政策很难讲。等一下，我要解释，我真的没有坚持180这件事情，好不好？我真的，我说180就跟男生说我要交 F 奶的女朋友，这只是一个说说而已。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遇到他的条件会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吧。对啊，通常女生就很容易做到这种事。定一个标准就完全不一样。对啊，我就跟宁城武在一起啊。你真的是不要再讲了，真的是大后王哎，好了，射过去了。好了啦，好了啦，不敢说别人，你就是你就是干中哎，讲脏话的感觉。讲脏话，脏话，你竟然要让金金受不了，你太厉害了，我亲自把主持人逼疯了耶，真的，不用说主持人聊爆了耶。制作人以后就是个组合啦，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他竟然把金金搞疯哎，对啊，我让主持人聊爆了。就没有认真回答我任何一个问题，就居然跟贝利梅说，哎，你干嘛一直讲脏话？对，你真的都没有在回答他的问题。我有回答，我没有。我们认真录节目，哎，我们真的没在录吗？我们真的照荒诞走吗？请问没有啊，没有，完全没照荒诞走。那没关系啊，注意点，我们是佛系节目，佛系节目。他刚刚对，佛系主持人呐，佛系主持人呐，太气了，是不是？没，你继续。我刚刚已经吵到我的灵魂有点理智断线，有点脱离，灵魂飞掉，是不是？因为你会发现你听不见任何一个人声音，干脆我就你知道，我先休息一下。我是主持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金金说，我们。
们今天摄影棚就要缺氧了。我现在觉得很热，他刚刚已经提醒我了，就是他一看到你们三个之后，他就有先提醒我，他说今天会缺氧。啊，真的很吵，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聊的没有内涵，果然，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啦。你讲的是不要再讲了，来问一下，身体也要受不了，身体要受不了了。我们要问，我们两个去外面喝杯咖啡休息一下。那我问他认真的，好，问贝利美好了。好，你要问贝，你就是想攻他就对了。我刚想要，我很认真吗？我是真的很认真，我不是。哎，干嘛？好了，中间好了，继续。好，因为贝利美的那个贝利美电台很酷，它是不是跟你之前一个节目很像？恋爱小教室。哎，可是我觉得还是性质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它的特色。你的电台是？对，我是有一个信箱，然后你可以寄信给我。你说实体信？对，是。没有，不是啊，就是 email。因为有的时候他如果只是在聊天室问问题，他的问题很片面。你就会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想问什么，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理解他实际的状况。对对对。所以如果寄信的话，他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问他的问题，然后我也可以好好的回他，然后他也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他的答案的 BOD 那一段在哪里。哎，你真的很棒，因为像我开恋爱小教室，就像他想的问题，有些人他只是讲一句话，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怎么办？我根本不知道回答什么办啊！清醒吧，你没有女朋友。哦，对，你的右手去洗澡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请你再回答详细一点，什么有没有？可是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对，你就是可以截录一整段，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而且观众也可以就是比较理性的回答。那你有收过什么印象深刻的来信吗？印象深刻的，其实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就交不到女朋友啊，哎，处男呢？对不起。没有，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蛮认真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打电动或者看动漫的，通常就是比较单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就会觉得我自己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还蛮多，但是我遇过一个。我是真的回答不了，什么？就他就是身障人士的那一种，然后你会觉得你会不知道怎么回他，因为你很难感同身受。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安慰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说哦，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或者说我懂你，可是你就理解不了他。那封信你怎么收？我就是还是有跟他说，就是我可能会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你，但是我还是会尽我所能的。就是看我想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你这样子。但是这就是真的很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对他讲，或者你讲说，就是讲一个，就是如果不小心讲不好，你就对，然后对方也会觉得你就根本就不懂啊。对，或是你这样子，这真的比较难回。但是就还是只能尽力。感动哎，他把话筒倒到那边，害我本人的问题不敢拿出来问。你想问什么？你想问什么？来，我刚想问，那你给贝利美给处男的建议是？关掉电脑，关掉电脑，出去走一走，走出家，被警察带走，或是第二种，多赚一点钱，花钱。哦，哎，其实也蛮实际的，你好实际，花钱。我有两种，我都会给他们很多选项，这样你们可以自己选比较适合你们的。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犯法，这样。哎，对，但不要犯法。不要犯法吧，犯法就永远是哎。因为其实有些人他的观念是他不知道这样是犯法哦，就是他觉得就是你说太轻信那个日本动作爱情是不是？觉得女生说不要这种东西很多哎、欸，他们的知识来源只能从那边啊，所以他们很多人误会，对，他们会以为其实女生是喜欢或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聊天室大家都要关电脑了，为什么？哎呦，没有，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没有开玩笑，你们要推定被你们可以啊，不要关直播。哎以上言论纯属来宾个人立场。哎，以上言论纯属，谢谢，纯属垃圾话，垃圾话。没有啦，贝利美也是很用心的、啊，因为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要花很，我就去解答人家的问题也是要花很多心力的。要先看过一遍信，然后想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你在回答问题，如果你回答有没有心，有没有认真，其实从你的言谈就可以感觉出来，有些人就会讲干话，哎，这随便啊，或是你就不能，哎，没有，撞墙我啊，你不要攻击别人了，又 Q 到我，现在不是贝利美时间吗？我没有啦，又 Q 到我。可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有蛮多问过乐器这方面的问题吧。对啊，其实没有，就是你美文这么多，怎么会没有人问你？我觉得应该有吧。你不是跟一个世界冠军呢？这个摄影棚哎，热烫，刚刚说，刚刚水好烫啊！我的摄影棚好热，我的皮肤好烫，都烫伤是不是？怎么这么烫啊？我们收到的通知是不能问哎。
别帮我们问了、啊，不能问了。我觉得也没有不能问，应该是太多节目问过了，讲、的太烦。那有没有新的？没有新的。那你讲一个最新的嘛，对不对？就不会没有最新的、啊。哎、欸，你们最近好像在家假如或是在什么活动见到面吗？最近的、啊，最近昨天啊，就吃火锅啊，哦是哦是哦，很有私约是不是？没有，就在那个实况上面，然后还有罗杰跟 Tommy， 就有一群人啊，就假如死那些，对。为什么会被自动归类的？哦，就如死那些吗？就因为你们一圈如死吗？就那一圈的嘛，就那一圈的嘛，什么富豪的团体？哦，就那个如死的，就没有如死很棒啊，如死很棒啊，很棒，没关系啊。那到现在你们这样聚在一起，观众还是会在那边洗你跟他吗？还是其实也还好？也不会啊，大家就。会觉得很烦、就是如果太问太多，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很烦？还好哎、欸，可是大家都是闹。就像我们现在刚刚那边起哄，对哦，所以现在已经就是也没有什么人在讲了，就已经哦会讲，可是就是他们就是又闹，但之前是会有人很认真说，你们真的要结婚了吗？傻眼，那种回很认真的，我就说没有。哦，你也很认真的回他，没有，哦，没有，在问自杀，在问自杀，太夸张了，有这么严重，在问自杀，好，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啦，对啦，就好朋友 ，OK， 我们就到这边为止哈，因为太多人都知道，我发现八卦人数真的很上升哎，大家就最喜欢听八卦，大家都秀人数真的很上人，大家都超级凶残，赶快破600好不好？破600，我再爆一个啦。讲有的，对啊，你自己跳，你是真的有东西可以讲吗？你要有才讲，你这么多垃圾话，什么叫我这么多垃圾话？你先发誓不是垃圾话，我不是垃圾话，跟金城武没关。你先发誓，跟金城武真的会真的，他们真的是真的有料，没关系，快点分享出去，我们等待等600的时候，等600，我一定会记得。那你知道，如果是干话，你可能会是。爬出去哦！我就不想。你要道歉哦！你要道歉哦！你要道歉哦！好，问一下阿乐，阿乐哥，那个玉林哥主持外景，我们有准备那个影片给大家看，你还记得这一集吗？厉害喽！记得宠物美容师，感觉如何？感觉很辛苦，就是没有想，因为自己家里有养狗狗，然后就是你把它送进去以后，你就永远不知道你的狗到底在干嘛，在里面发生什么事。对，然后结果经过这一次，我就发现原来它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难怪回来就是累得跟狗一会睡一整天，对，就是累得跟狗一样。对，因为除了狗去，它会很紧张之外，然后也给陌生人触碰它的身体，陌生人帮它处理，因为也是狗狗怕指甲。然后猫应该也是一样，而且后来我去的时候发现，原来那个是洗狗要洗很多次。对，它是就是从你一开始先清，然后后来你要用那个泡泡，然后这样搓揉之后呢，还要再浸一道，再搓揉之后才会有这个类似润丝之类的。哇，好专业哦！它是洗很多次的，对啊，因为我自己在家，我会自己帮狗洗澡，我都洗两次而已。它会乖乖让你洗哦？会，我家狗是会僵硬。哦，真，然后他们通常都不喜欢被洗澡，对，有些他很紧张吧，他怕哪里进水之类的。那宠物美容师真的很可怜，因为他接触的每一只，而且都是要重新。如果很凶，还会咬人，或是猫才凶。对，猫也是。很多宠物店，台北现在宠物店都不洗猫了，哎，猫真的很难，完全找不到美容。猫有在洗澡的吗？还是猫可以不用洗澡？猫是一很久不用，可是你总是要，可是台北已经几乎没有了，因为猫真的。猫真的激动起来，它会失控。那猫有没有干洗法？哎呀，不行啊！它喜欢吗？不能干洗法，那就是沙吧，就是它的沙，它那边。可是我觉得干洗就像我们人类用也会堵塞，好像它好像总有一天还是要洗。用干洗头完头超痒。它的干洗应该就是它用舌头舔自己吧？哦，是吧？应该说自己心里自己，就自己整理。原来如此，我们今天又来。PK 的，我们现在要进游戏的部分了，终于要进游戏了，终于要进游戏了，终于要跳了。不用进游戏也是可以啊，因为现在还没破600，我们现在等不了600，被那个月熙逃过一劫去了，又爆出来。赞，好可惜哦，差50哎。哎，所以等一下 ，Just Dance 环节的人数也算，算，全程，你以为哦？我们中间有休息全程，没有，我们整个都，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你最好是准备给我一个好听的料哦。真假的，我跟你说，刚刚那一趴不是吗？你没有说刚那一趴，你没有讲，没有啊，不好意思，没有讲刚那一趴。真假的，我要看 VCR， 没有看，我们回去再看，还要
看重播。好了，那我们这次要跳的是 Just Dance 2018。2018大家都有跳过吗？没有，没有，都没跳过，我也没跳过，嗯、跳过一次。就我觉得其实 Just Dance 应该是大同小异啦，对、嗯，应该是差不多。多加一些新歌，新歌曲、嗯，对，没错。那我们就是要来分组一下。我们今天分组呢是那个人类组跟土著组。什么啦？你记太久了吧？哇，欸、我很少看到什么啦？男生这样子讲起来真的很久哎、欸，他们真的很气耶、欸，他真的很气耶、欸。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他就是为了这一句话等了很久。对啊，他为了这句话，你知道奇怪，不是要维持小公主形象吗？小公主呢？他笑笑的讲，他笑笑的讲。好了，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因为人类笑笑太土著，然后笑笑的。开个玩笑，我们今天赛制呢，其实是三位来宾先进行 PK， 然后去会有第一名，你们的第一名跟我们两个人，我们主持人 PK 也会有一个第一名，第一名就是冠军战。只要拿下我们今天午后的冠军，就是加通告费1500块。哦，好多、哦，好熟啊！太熟了，佛系节目，佛系节目，对，大家务必尽力争取。哎、欸，我觉得主持人感觉很会跳哦。对，感觉很会。哎、欸，他的 wave 很强哎、欸。真的假的？跟他比起来的话，啊，对，跟我比起来的话，我们都比他还要烂哎、欸，那怎么办？我不会 wave 啊，他很会 wave。你不是会弄成骨盆吗？啊你要站起来啦！你要站起来啦！起來啦导播，导播专业导播，我抓一个，你抓一个。哇！哇你们拿书，你们拿书，不能说，不能说，你们也要做。我跟你们做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 Sandy 的位置。不能这个吗？神奇，神之可爱。我不会 wave 是应该是这样。哎、欸，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也是。那你们没有，我不会。那贝利梅先，贝利梅先，我不会。你会？我跟你讲，我会这样，我会这样。不要！不会啦！不会啦！你在干嘛啦？你在干嘛啦？你洗衣服开始啊？你洗衣服哦？真的？哎，甩一甩啊！你甩那个？你这样甩阿妈吗？阿妈这样啊？甩一甩吗？你这是要跟我们不这样甩？你说那我们不能阿乐阿乐阿乐。我之前有就是朋友教什么一个头过身就过的感觉，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那种感觉。来，哎有啊有啊有啊，还有那个有吗？啊有啊有啊有啊，那个有点就是他的头，他的头有点丧失感，有点丧失感，做出来的怪怪的。好了，丧失感有，月心换你了。你知道什么位置是不是？位不能爬壁是不是？月仙，我知道，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画面啦。哎，骆驼客可以吗？理我，什么叫骆驼客？理我，理我。哦，怎么了？我刚看一下画面，我发现一件事情。你想象这是门，然后你钻过去那种感觉就是位。好，你问一下，你问一下，快点。哦，这不是啦。我刚刚也觉得是这个，对不对？对，就是钻过门。我刚刚也觉得是深八五。我那个骆驼客啦。好，什么叫骆驼客？开始，就是。哪里来你如果可以啊好哪里好先走吧谢谢啦谢谢他的脖子很灵活哦可以我觉得很棒哇你可以左右吗脖子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怎么我不能左右对啊脖子超不灵活我可以这很强那你要他加入我整个节目全部人都在这样子动新进来的在一起啊新进来的朋友傻眼这是什么意思好了我们来宾先去准备要跳舞了我们先对你们可以自己选你们要跳的歌最低分的两个人有处罚要处罚是不是有处罚是各两队取最低对两队加起来还是全部人找出抓两个最烂最低分的好请找站位找站位我们来宾先去 say 那个位置我们等下处罚我们先讲他惩罚是什么好了你知道惩罚是什么了吗？有，他跟我说啊，可以讲吗？可以先讲吗？好，惩罚是有两个，一个是弹下巴，就是阿乐，阿乐我死了，这个不公平吧？有阿乐来就不可以安排弹下巴？还有第二个是踩那个健康步道，那我可以就可以选就对了。可是我觉得健康步道踩一下很不够意思，我们在上面跳三下，你觉得怎么样？好。你觉得不够的是我们在上面跳一首 Just Dance 跳三下我没办法想象它的痛度你没有踩过健康步道吗有但跳不确定
人体是撑不撑得住的。你说会说啊，然后整个人倒在地上，是不是太痛了？痛！你知道阿乐的下巴超厚的，那我们大家指定他不能选那个下巴那一个，对他不能弹下巴，因为他下面有长茧啊，长茧他就不会痛啊，是因为长茧。哎、欸，说不定他这边是他，我上次摸他这边触感特别不一样。正常人这里的皮超嫩的哎、欸，可是他说他有茧啊。上次是我亲自弹的，我已经拉到他的膝盖了，他一点不痛，他完全没感觉，他好像木头人。然后他还问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真的不痛。”结果他弹我一下，哇靠！你们听他胡乱，他影后好不好？眼泪都在眼角了，我的天哪、啊！超夸张。那等下 Just Dance， 我觉得我有个战术。哎、欸，你说有一个叫易安的人说那个说阿乐是叫下巴龙。哎、欸，那个真的是不好说啊，观众们。哎、欸，他们要开始跳是不是？他们只要你的主音啊、哦，会有他们的画面、欸，但是我们还是我们可以评论。我怎么没感应到？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三个人这个谁看起来比较有哎胜出的机会、欸。他们选可爱的，哎、欸，怎么只有你感应到？他们选初音哎、欸，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哦、喔。哎、欸，等一下我们的战术就是我们要选轻快一点的歌，因为我觉得慢歌比较不容易攻击。你太矮了，对你的。他们有一个人感应不到哎、欸，他们有一个人没有感应到怎么办呢、啊？他们只有中间那个人感应到哎、欸，他会不会感应不到？有感应到吧？的感应不灵敏。我觉得不然这样子啊，等一下如果真的感应不到，分数太差，我们就叫观众选。他们觉得，所以观众你们要认真看他们跳舞。这首歌是不是很可爱？我是选对。如果分数不够，感应不到的话，因为我觉得感应不到。完蛋了，我现在有了吗？有哎、欸，对我们突破600000，除了送贝壳币1400块之外，然后月西还会爆一个料，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分享起来。月西的新料，对，绝对不会忘记月西，他说要自己爆一个料，他自己挖的洞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是一颗星？这首歌也太适合阿乐了吧，很可爱啊。不是，你有没有觉得阿乐好像独立出来跳舞？你说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吗？就是大约约略可以看出来，贝利梅跟月西是同一个舞步，可是阿乐是，对啊，阿乐好像是就是阿乐好像在他的小世界里表演哦，啊，现在这三个好像都有感应到了，有，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可能月西很高分哦，他跟得很紧哦，哎、欸，而且月西还开始是没有感应到的哎，他前段大概一分钟左右，但我觉得很难说。贝利梅是不是跳得有点侧？你知道我想，我现在节目是不是偷讲我坏话？我听到了。用到我们上面，我们会让你看他们的下面啊，很强吗？摸他们的胸部啊！以后说不定节目可以这样玩。你看他们胸部，这句话也太大叔魂了吧？哎，胸部都长在那，我就是会看到啊。今天其实实在是碍于我们那个尺度问题，不然今天贝利梅那套衣服。实在是即兴感，对对对，魔鬼藏在细节里，大家去把你家最大的哇哇哇哇哇，对，请仔细看我们这个直播，贝利梅其实非常不是 rock 哦，对他其实真的非常有诚意，来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拿皮鞭在地上，哦，大家会熄火，工作人员必须死，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真的优质的节目，因为非常注重那个尺度的，对，我们是健康清新的节目，因为我们刚刚彩排的时候，贝利梅在跳火，他那个衣服是，你知道，你说快要不好意思，我忘记这首歌有点长，不好说。我就觉得贝利梅的腿是很欧美那种，很健康的腿，因为很漂亮。不要再讲我坏话了。比较粗，但是是就是矜持的，对，我喜欢那种，就是有在健身，就是有在健的。嗯，你们男生不懂，你们都喜欢软软嫩嫩的。男生喜欢娇啊康，可是你会不觉得太细很恶心，不太好看吗？对，其实我觉得泰式有点弱掉，就是男士，我觉得给你们建议就是还是要有点小小的肉，哇，那个腿还是漂亮。老兵的建议要听啊。对啊，就哎哎、欸欸，跳完是不是？很明显看出三个都累了。还好吧，这个歌应该好像是可爱的歌哎、欸。好，感应问题呀、啊。哎、欸，有了，有感应，没有你。我们哎、欸，我们要走回去是不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分数出来了。哦，好累啊！我们要好好的问他们一下他们的意见。哎、欸，现在是月西第一名呢、欸啊，月西第一名是吗？哇，是啊，是啊，月西第一名超猛。他月西，你中间有一段没有感应到，你前段是感应不到的、啊。哎、欸，我前一段也感应不到、欸，哎，
哎、欸，我中间也都没有感应到，我们其实都没有感应到。哎呦，那有人你们要上诉是不是？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刚跳的感觉。好累了，不要了，算了，没关系，就处罚吧。哇，你也太快了吧！好，希望你们月西要好好休息，因为你待会会有一场冠军战。但是你想想，1500或许就会比较有一点。对啊，1500块很多哎、欸。你今天的冠军要请大家吃鸡饭。真的？真的假的？好。对啊。我觉得 OK 啊。好，我今天如果冠军，我冠军我请客。可以啊，我们 OK 就可以了。好霸凌的。哎、欸，那个第一名的模范生不是要拿奖学金请大家吃饮料、喝饮料？对啊，对啊。哎、欸，你是不是想做这种事情啊？从头痛的，然后还要有一天自己变第一名，对，傻一眼不想笨不行，现世报来了，来了换我们了，耶！你们可以尽量的评论我们。我跟你们讲，他们其实就是高个族。好，他们去讲，他们去讲。他们随便跳分数屌你，对，因为他们会感应得到。我也觉得。我们是在这个感应不到的状况之下呢，尽力。真的真的，我们已经很尽力了。对，我们刚刚其实。欸、你刚刚前面有感应到吗？没有啊，然后我中间有一段也没有，也没有感应到，就一直擦，一直擦，一直擦，我也是一直跳，然后我们的人影都很小。嗯，然后我要喝个水。好，你先喝个水。像我家现在也不太能用 PS4 跳 Just Dance， 因为。PS4 的那个 Just Dance 的感应的范围比较广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它蛮需要调一个好的角度。是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最近把，就是我有把它装好。你可以回去测试看看。如果真的感应不到，其实有个小配博，就是它可以拿手机当摇杆哦，对你就可以连接那个手机的 APP。难怪我看到很多人就拿着手机跳舞。对对对，那个感应，那个感应会比较准确。其实我们可以帮你仿了，他刚刚自己在那边这样，没有，我很厉害，有一点怪。厉害的，哎、欸，这样自己绑小猫咪哦。哎、嗯欸，我们刚彩排的时候看，我觉得那个 Sandy 好像 Sandy 很会跳。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欸，你等一下他跳那个 Just Dance 2018怎么办？然后 Sandy 就说，哦，这个我没有跳过，我一定完蛋了，我完蛋了。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等一下，他就是那种好学生。我没念书，我没念书，考100分，真的。好，他好像准备好了。好了，是不是？哎，这扭屁股的，哎，哇哇哇！扭屁股，还有这种心机这么重的，对呀，这心机很重哎。我们在跳那个，我们要，你看他多配合了，心机很重。哎，我们跳那个，哎，我不知道他这么扭，哎，98分，你要看心机吗？心机加油，靠子再开一颗，收视率靠你，最好那个衣服会爆开，对啊，衣服会爆开，很吵，靠子再脱一颗就对了，扣子解开一颗，那时候发现 Sandy 等一下解开他的裤子扣子，太强了，解开裤子扣子太强了， Sandy 好了啦， Sandy， Sandy 好了啦， Sandy， 你们不要再回来加入我们。你看他们都有感应到哎、欸，对啊，他们感应得很快，真的，他们都是单人舞，可是为什么两个人坐不同边？对啊，我被经纪圈粉，我被经纪圈粉，有一个左右不分，不会扭，怎么认真单人舞？可是这很明显有一个左右不分，真的就不知道是哪一边。没有办法扭，我整这样子哦。哇，你看晶晶那个舞步，快不行了，晶晶现在在高分哎。圈粉，哇、哦！你看到没有？他刚刚那个，那个舞比较好晕了，晕了！哇，不行，是我晕了。看到什么初音？哎，我们刚刚叫儿童组哦，干嘛这样？对啊，我们刚刚是身高是儿童组，我们刚刚是 AKB48，他们这个很多女团。我跟你讲，就代表这个节目真的是全年龄向，从8岁到38岁，88岁都可以观看，好不好？超赞，超神哦！而且他们腿都好长哦。对。我这才是舞蹈台，我们刚才也是舞蹈，我们刚刚是那个，我们刚才不得了，我们是儿童节目的好不好？对啊，我们是儿童节目哎。对啊，小朋友要舞蹈，要姐姐带他们跳舞。我是那个蝴蝶姐姐。哎，真的，这个强强加沙瓦工，对，有分数慢慢追上，有没有？哎，超酷了哎，已经哇，旁边那个分数条，把他麦都掉了。晶晶加油！你扣子再开一颗啦！晶晶晃
死他，放死他！你刚刚都在骂我、啊，你又起来，我在傻眼嘞，一直乱叫。他们这次比较不累啊？为什么刚刚看起来很累啊？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好累哦、啊，为什么？他们不累啊？对啊，我身体感受到巨大压力，开始在觅食哦。啊！经历一个绝妙的舞姿，搭配他曼妙的身躯。一起推推推！哇，又成功了！哇，好加速啊！哇，太精彩了！2018第一届 Just Dance 大赛，他们分数超近啊！最后应该就是看谁那个比较高。太可惜了，他们应该是晶晶，晶晶又比较高的，对，因为背景是红色的，那就比较高。好神哦！哇，他还说他不会跳舞，你们很正确。哇！好惨，我晕了，好惨，晕船了，晕船了。好，这个分数，你们是多讨厌我啊？啊，居然是真的赢了，40分。没有，你刚刚没有，你刚刚那样看不清楚。怎样？你回去看 VOD， 你就知道你旁边这个。烧是不是？真的，不能这样子啦！我都晕船了耶！不能这样，我这次是跟你差一点点哎。我虽然我赢，但是让他跳，然后选一个烧的。等一下，这个好，观众说好不好？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现在两个是最输的。对啊，我们要去，我本来就准备好了。但我本来今天我才两颗星而已，不好意思。我本来没有想到会最后输哎。我想说，至少也是中间，不要前面是中间。是直接比分数了吗？还是还没有？我们最后还有倒数的最后两名是分数。Cindy 跟月熙，哎，会有一场。我要派我的那个，还要 battle。对，我要派一个跳的性感的。可以。然后晶晶就输赢就是，他直接把他推给晶晶。我们对分好不好？没有，我猜Cindy一定也是想看这个痴汉。对，他就想看。真的很晕，我在这边选一个那个很扭那一种，那种真的要你知道那种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那种，对对对对，我是不是？不好意思，晶晶，其实你今天是跟四个痴汉一起做节目，真的都是痴汉。小梅，好险你有跟我说，是不是？是不是？我就很厉害哦，我都知道大家想，还是让我去选歌。好，交给 Cindy， 交给 Cindy 专业的，他是专业选歌，他一定知道。好，我们好啦，没关系啊，我找。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输哎，没有，你知道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为什么？因为每次我去麦卡贝，我都是最矮的那一个，然后我分数都最低，因为我每次旁边那个都很高，然后他们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个感应不到，就是矮的，就是没有人权啦。所以没关系啊，我已经算了啦，就没关系啊。我们魔镜会跳舞的不用多啦，真的，一点点就好。真的，我们是靠别的，我们靠才艺，好不好？那你觉得等一下这个晶晶跟月熙？谁会赢？有听过一首歌，这是烧的。谁要请我们吃鸡排？这个很难哎。如果晶晶赢了，没有冲到600，观众这样不行。观众请我们吃鸡排。对，观众请我们吃鸡排。笑死，笑死。你觉得谁？我们就赌一个。你觉得是月熙还是晶晶？哎，老实说，我有点想要赌月熙。没有，因为晶晶赢了，我不敢跟他要鸡排。人家你看那个气质冰冰的，真的小公主哎，我都会不，你知道在跟晶晶讲垃圾话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下，就是那个碧昂斯的，我赌晶晶，我赌晶晶赢，我赌晶晶赢，月熙有可能会感应不到，最后，哎，有可能，有可能，月熙有可能感应比较容易，好，来，可以啊，可以啊，他刚刚就这样子，在我旁边这样子哦，我都不知道，哎，已经上惩罚是不是？好，等一下一层，好猛哦！你看他那个扭，不是，而且腰很细。等一下，我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跟我说晶晶是舞痴，谁讲的？制作人，你这很坏。他说晶晶是舞痴。哎呦，这首歌选得好啊！真的，三弟你好会哦！我就看到他说，哎呦，有了晕啊！起来啊！受不了！你真的好像宅男推到我，然后我是那种打开不会说话，然后突然大吼，好猛啊！
观众说可以可以，其实月西也可以，月西也很猛，月西好会哦，那个手。月西如果把外罩拿掉哦，吴月西你穿什么外罩啊？你西脱了，罩什么？边跳边脱，边跳边脱，脱了啦！你干嘛穿的跟那个人一样啊？打我！对啊，那个罩着，好笑，打我。哎、欸，你今天他很认真、啊，他超认真的哎、欸。我刚才跳的时候，我听到你们在骂我，我想说怎么那么吵，然后今天就很认真一跳，真的。然后现在这个月西没有，而且你会很专注在他的幕府上，因为真的他很会，就很不得了。哎，刚刚都没有问。哎、欸，你们看人家一跳，我们就五百八了，我们超厉害了，哎、欸，月西又可以爆料了啦，恭喜你，大家加油，过六百月西就爆料。对，我真的好想听。爆料，他自己挖自己洞，真的。哦哦哦！好神啊，他们两个，这画面真是个好节目啊！战战兢兢，真的是优质节目啊！你今天腿又很细，好爽，真的，然后又白，我们很硬，然后又是那种波浪长发，还没。大家赶快分享出去，冲六百！哎、欸，他们刚是没有 N 下去。哎、欸，你们动作做确实啊，各位。你是教官是不是啊？他如果凹下去，就是要凹下去。哎、欸，蹲多一点。变错。哎呦哎呦，扭多一点。这个扭。可爱，好可爱。哎、欸，这个根本就是他刚刚做的 wave 啊。哦，是 wave， 他选的。我要受不了了。这样子要受不了了。转圈，我们哪是痴汉，我们是痴女，说啥呢？他们会喜欢。哎呀，没有，我们就跟你们一样，有人跟着跳。好了啦，好了啦。哇，你好了。看这个手，我也会。等一下，这个手，等一下要处罚了啦。好了，等一下处罚。哇，月西竟然，这个月西好破了身高的这个优。对啊，你怎么突破身高的障碍？真的，你怎么突破的？你好神哦！你会不会教大家一点秘诀？好累哦，等一下。你好神哦！这首歌没有很快吧？快，没有没有，一回来惩罚就很用力啊，很用力。可见制作人多想惩罚我。是晶晶哎，哎是谁啊？是晶晶啊，是晶晶啊，为什么？晶晶啊！你有身高，对对对，因为是真的，我参加过很多姐妹都是这样，受不了哎。哎，你刚没感觉？我觉得你用这个你会很热，还是你拿个杖就好了？长得还错了吗？你会很热。你做一个好啊，好适合晶晶哦。Just Dance 小公主，小公主 ，JD 小公主，耶！买鸡排，买鸡排，买加折买，加折买，好棒哦！哦耶，我在我们节目第一次赢哎。游戏了，我从来没有玩，从来没有在这里当过赢家。他有玩过 Just Dance， 但他之前没有赢过。居然，很神奇吧？那就可见我们今天多费了。对，感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得奖感言，得奖感言，这是我们这个第一届的，还找到自己，还找到自己。对对对，第一届的舞后呢，就是我本人。是，然后期待各路的这个女实况组来挑战我舞后的地位。你怎么拽起来了？你怎么拽起来了？好夸张！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你夸张哦！你会先被我打，再被他们打。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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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抓惩罚，刚刚最烂的两个人，请起。最烂的两个人，直接被讲最烂的两个人。这个人真的很拽、欸。哎、欸，那游戏赢了就这样子、欸。怎么叫做最烂的两个人、欸？主持人这样是可以的吗？主持人这样是可以的吗？我们有两个惩罚，好，一个是弹下巴，一个是走健康步道。但是阿乐不能选弹下巴，为什么？因为他下面长茧，因为你下巴有茧。是，等一下，你下巴有茧哦。等一下，我今天鞋子很难脱。然后嘞，所以他也很难脱，我觉得不太好。他比我没有啦，我有拉链啊。他自爆，他自爆，他自爆。好了好了，那你们俩自己决定嘛。
你们用哪一个自己选？健康步道要在上面跳三下，对，弹下，跳三下，要跳三下，我可以弹三下。你要不要自己再加码？你要不要自己加码？来三下，来再两下，三百下，来六下，六下。我但我觉得这样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对，你好像这样就没什么好看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怕弹下巴，选弹下巴。可是这样你们就看得到我的身高了。好，不然我在健康步道跳三下，你在健康步道上弹三下。啊，是好这样子吗？不行，你要脱鞋。没有，要脱鞋一只吗？因为真的很难。没有，我跟你讲，一只脚更痛，因为你是所有的重量用一只脚。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它真的很难脱。文组的，因为它真的很难脱。你看这个身高差，我要下楼梯哦，各位。阿乐去哪？阿乐你要去哪？阿乐啊，在下楼梯喽，耶！来，我们现在上我们可爱的帽帽。先带你再上去，先带你再上去。好啊，跳三下真的很痛，我会走过去就好了。真的很痛哎，跳三下我会死掉。你站起来弹一下。而且它这个高低差超多的。哎呀，有点疼。来，那你没有鞋子，让小公主弹。没有鞋子，这样你可以这样啦。你不弹，你弹他，你弹太烦了。我弹到他被整了。你再跟我说一句话，我没穿鞋子怎样？你再跟我说一次。很可爱，很可爱。我没穿鞋子，我正常是看不到你的。你先把帽子戴回来。不用，又弹了。哇，他不怕啦，不痛啊，一点点痛的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好，谢谢，谢谢。好，完美美，真是好无聊哦，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都没有为了这个节目效果着想。有啊，我刚上楼梯，下楼梯不还不节目效果吗？好，他不怕痛，他整个人都不怕痛啊。对，我跳三下，三下，要跳三下。你要拿着棍状物就对了，你轻轻跳。我看着他头都痛了。你棍状物的位置有点奇怪。跳吧。优质节目啦，优质。再跳一下。这个人身体不好。你的左右脚的那个袜子怎么一高一低啊？哎呦，不要管他，不要这样子，你管他。然后再一个进阶，再一下。再一下。小心小心，他都在发抖了，不要这样子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都没有跟我同甘共苦？好啦，这个看起来真的超痛。这么想要同甘共苦哦？好啦，你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还有还有，他喜欢，好刺啊！好，我有点不敢。等一下，你这段教程，这个教程，你单脚很痛哎，可以吗？可以吗？别说我不是你师妹，好，可以可以，很好很好，他很勇敢，他为了大家，真的，请穿鞋。你是嫌我臭？没有啦，你可以穿到节目结束都没有关系，好不好？不行。怎样？好了。好，我们结束。对，好疲惫。大家突然瞬间在刚一开始吵到不行，然后现在放松了，对，一阵安静。啊，因为刚按完啊，不然先按一下。已经没有人讲得出话来。为什么我不是赢了吗？我还是参加生死斗。因为你知道，早知道今天是跳这个健康步道，昨天就不看剧了。昨天因为看剧早上五点才睡。熬夜了 ，OK 啦。不看剧了。早上就练最低了。可恶。真的，你把它拿去练最低还比较好。好啦，那今天我们今天整场都没有突破600吗？没有，可惜，而且没关系，我们等下私下。哦，好，私下问，私下提嘛，私下问。哦，我等下有点事哦。卡了，哎，你怎么卡弹呢？没有关系，可惜了，今天呢，离那个月溪的新料只差20个人一点点而已。对，缘分还没到。好可惜的，下回来，还是下回来，总有一天我们就可以，一定可以冲破它。很难得有来宾自己发动的，我真的是。对他自己想讲，但是今天真的很可惜，是差一点点。对啊，观众是不是？大家都说撕，受不了哎。再说，好不好？好啦，今天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电玩者们，也感谢今天来宾们，谢谢你们，谢谢。